大家好，我是佳可，今天送给大家一首情感电台。这首歌应该都很熟悉，别笑了，眼泪都掉了，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如果你一贫如洗，我将是你最后一件行李。我爱吃草莓，草莓汁不行，草莓软糖也不行，就像我爱你，长得像你不行，脾气像你也不行，总之不是你就不行。一喝酒脸就红，却始终没有人把我的酒换成饮料，总是感冒都说让我吃药，却没有人把药送到我的面前。不怎么吃饭，总有人告诉我吃饭，却没有人陪着我一起吃下去。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，却请他对你百般照顾实在相信；如果他答应娶你，就等他买好戒指跪在你面前时再感动。感情不是说说而已，我们都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龄了，一直想先把一些东西送给你：我的时间，我的爱，我的胡搅蛮缠，我的狰狞和可爱。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想不想要，我只知道这些，我从来都不给别人。抽烟的知识越来越熟练，爱人也越来越随便。从当时的山杯倒到现在的喝不醉，这是堕落，不是成长。可是没有人拆掉你手中的香烟，没人给你一个家，没人替你挡住手中的酒。你总是告诉别人你喝得烂醉如泥，却没有人急得火冒三丈，只是叫你少喝的毫不在意。你总在深夜里向别人倾诉你的痛处，却没有人陪你熬到天亮，只是告诉你别难过了。其实说穿了，说白了，除了孤独和酒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不知道你每天的笑容是为了迎合大家，还是真的开心。不知道心酸的事情你是否给对的人听。不知道喝了那么多你是不是真的没醉。不知道一个人回家是不是真的害怕夜太黑，喉咙发炎了还是忍痛抽掉了半包烟。不能喝酒的你还是逞强的一饮而尽。他不爱你你还做小陪伴，伤害自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值得吗？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在感情里可以轻易放弃你的人就是不爱你的人。无论他对变得多么的不舍，表现得多么纠结痛苦与难说，只要轻易放下你，他就一定不爱你。因为相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守不放弃。就算我和你走过多少路，为你做过多少疯狂的事情，给过你多少的感动，分开了以后想起来的时候你还是不澜不惊，而还没说话眼眶就湿润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我记得曾经答应过你，无论生老病死贫穷富贵，我都愿意牵着你的手做你一辈子的妻子。可是现在需要我保护的你怎么不见了？在某一个瞬间某一个地点你忽然的想起我，可是那个时候被你弄丢的我已经不在了，也不需要你再找回我了。我很想你，但我绝对不会再去爱你了。你的号码还在他的印象里，你的名字还在他的脑海里，他曾试着用一万种方式忘了你，可总会发现自己总会有一万零一次的想起你。别笑了，眼泪